感谢现在就是这两位，因为他们在很短时间陪我们把这么多歌练出来。其实我们准备这个整个表演，就是没有花真的很多时间。然后因为时间其实很赶，然后但是我觉得就是因为他们很棒嘛，所以我们就还是可以做出这些表演。而且其实在最后的这个礼拜，我们还临时决定加歌这样。而且决定加歌之后马上就把它做完。